六轻没改气，六轻没改气，云林好空气，云林好空气，林泉分析，林泉分析，云林新生，云林新生。那真简单嘞，就是讲，咱昨昏军林县长甲经济部甲台塑六轻，因有一个特协，啊，其实是为好人，好笑好骗。哦，永远都在打假球。我希望今仔日咱一千人的游行，咱站出来，包括国内国外，包括国际上的朋友拢来啊。咱希望咱所有人站出来，咱婚姻人站出来，台湾人站出来，国际朋友拢站出来。拜托，勇伯啊，你得要勇起来，卖伫咧好笑嗨皮，卖永远拢伫咧打假球。哦，什么2025？哦，还要七八年，在七八年内又要产生多少人命？另外一点，就是咱后天即将到期的咱美生美许可证。这个生美许可证，伫阮这段两个月的参与里底，有一点仔较拍算，就是干咱办一个公听会。这个公听会是各自表述伊讲伊的声音，尔尔话拢无，几乎无交集，也无伫我讨论个啥，非常可惜。但是咱讲四月迄张，都无含连公听会拢无，所以对四月甲六月，阮对这点是表示遗憾。最近对天然气咱有签订 MOU 备忘录，阮对有这个进展，阮予以肯定。但是阮有认为作者疑惑，就是未头到位，完全也没有公民连参与，干了中央哦经济部甲地方官员。甲环保署，安尼在在签嘞，签嘞第一点，咱即卖足重视的，就是公民参与，有公开透明，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，理论上遮个物件，毋是咱为报纸看的，毋是好专心，专人安关心婚姻健康的人，伫为报纸看，这点较可惜。第二点，就是讲伊讲八年，这点嘛较可惜。我想咱家的诉求，就是讲婚姻人的健康是无多去等啊。全台湾人民已经足认真关注空气，希望中国的空气越来越好。但是，咱看林权的内阁，从经济部、从劳动部、从交通部、从环保署，我认为完全无法追上台湾的民意，无法完全追上所有关心这空气的人、关心台湾环境的人，完全无法对上。所以，阮今日有几个诉求，就是林权奋起。林权团队要奋起爱引进，云林才有机会新生。云林办吼是台西乡真正是一个代表，吼，因为消防处吼，热人是按这个台西村吼大社乡遐去，啊，那看人秋冬村拢会按咱这台西乡来，对台西乡的影响足大，一年有。9个月、8个月左右，拢会按大西洋来，所以阮遐是真严重。阮遮提出严重的抗议，吼、哦，严重的抗议。阮伫遐对住亲人、感情失去的亲人以外，阮是希望咱即马活的人吼，拢会当健康，袂当一个一个伫倒落，愈来愈少年，后十几个、二十几个、三十几个，拢伫倒落去吼，毋是干那老岁仔尔吼。所以阮即马伫遮做种严格的控诉。足严格的控诉，台塑六轻袂使阁收煤炭，台塑六轻应该来改修较进步的，比如讲天然气吼。其实咱云林县长期空气品质的因素确实有影真多吼，包括讲咱的离岛工业区吼六轻，嘛包括咱九个工业区的所有的工厂吼，嘛包括咱的交通工具，嘛包括咱的这个扬尘，比如讲落水在扬尘啦吼。甚至来自彰化、台中、金阁火力发电厂的这个污染，更加佫包括是境外，包括是对岸，咱这个大陆这个霾害，所以讲空气的污染吼，唔是单讲一个小小的1290平方公里的这个云林县有法度处理的吼。咱云林县咧处理这个环保，甲大家报告，咱这个生煤减量
全台湾无人减到20%，哦，这是咱第一个做法，减到20%。有没有实际减量？有没有实际减量？咱的审查五年嘛降来到两年，哦，电力设施加严标准全国上扬，规划性有计划而为这个加严标准1万 PPM 降到2000，今麦降到1000。昆林管政委当做的员工是无所不用其极，哦，甚至咱每一条这个许可证发出去。每一场4月16日，管理高中全部拢总说完，全部拢在管理拍官司，吼、哦。而且要来个报告就是讲，咱好不容易嘛要求六轻，包括石油交易禁商，吼、哦，伊嘛答应啊。包括这个先咱第一步，先把这个卖电的天然气，卖电的这个生煤转天然气，咱嘛打出第一步啊。我要来其他报告就是讲，地方政府确实有伊的这个局限。这需要中央层级的，所以讲，咱也希望讲中央政府本身站在36000台湾不多啦吼，拢共36000平方公里，阮原则1250平方公里。在这个小小的一个这个台湾岛内底，咱希望讲中央政府采取的是一个跨区域的处理，不是讲那边单一叫阮原政府在遐单打独斗。对地方政府来讲，伊昨签含六千签一个。备忘录，这个备忘录是要讲，甲2025年六轻的南门改做南铁。各位，2025年是台湾人民追求飞核家园，并不是追求飞煤家园。飞煤家园早就可以做，而且现在就可以做。以六轻台塑的能力，要马上改变，逐步到位，绝对。可以现在就启动，不需要等到2025年，永远的8年，等不完的8年，换了人执政，再讲一个8年，台湾人民不可能这样再等下去。